是那么有关系，因为你要坐在哪个位置，你会因为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去坐在哪个位置，还是说你就不知不觉就往那个方向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知不觉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做了。那这个不知不觉就是我们社会学在研究的，为什么你这样不知不觉就会做这个东西？好，比如为什么不知不觉大家就觉得那部影第二部的影片很感人？为什么没有人像老师这样子，还会觉得这个女人笨笨的？好，因为老师念过社会学，因为你还没念过社会学。OK， 所以社会学我们这个学期呢有一些要求哈，所以我会把。社会学就是看到这个没有，看透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什么原则在运作。我们很多都觉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都不一定，都不一定。那我们社会学就要研究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则在运作。好，那这个部分跟你们讲有没有用，你们自己回去看一下。我这个部分社会系的同学，假如你有加入 FB 的班版的话，系版的话，我们的那个这个已经放上去了，社会大概也放上去了。那社会学跟心理学不一样，社会学跟经济学不一样，也 跟政治学比较接近一点。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课程里面会不断的去跟心理学对话，也就是说心理学可能这么想，但是社会学绝对不是这么想。好，很多同学在高中可能听过心理学，觉得哇，念心理学可以了解人的心理状态，可以知道别人怎么样，事实上那都是假象。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话，都不是那个样子。好，所以社会学认为我们个人的种种情绪其实是跟社会有关系的。那这个跟社会的关系是怎么样搭起线来的，都是我们要做的研究。所以社会学，我们这个学期有两个目标，这个叫做一个叫社会学眼谋，社会学眼谋，看到没有？好，也就是说我们会训练同学试着不要用你一般的生活的角度去看事情，而是用社会学的角度去看事情，也不是用经济学角度，也不是用心理学角度，而是用社会学角度去看事情。这第一点我们希望做到的。第二点叫社会学行脚。社会学本身是一个非常实践性的学科，它自从一开始以来就不断的介入社会，不断的要求就看到这个社会现象，希望去做一些改变，所以呢它跟社会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会要求同学们除了读书用你的眼睛之外，你要实地的行脚去看看到底实际的社会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会有这两个要求。那在社会学行脚这个部分要做实际社会现象考察，我们这个学期有四个主题。那四个主题同学到时候你们看看你喜欢 哪个主题啊？这四个主题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研究调查和现象，但是这些都实际存在的社会。所以各位同学看一下哦，我们有四个小组作业。第一个就是要做同志的色情工作者，或者是色情按摩的不一定色情按摩，就按摩。第二个，有些人他会使用毒品，会使用药物，有些人他不使用毒品，但他使用药物。所以药物的意思，像我知道说有人就专门去看精神科医生，然后拿那个药，然后呢他去另外一科精神科医生又拿另外一种药，然后自己把它混搭起来，就有很多跟毒品一样的效果的作用。好，这种人。第三个就是有身体障碍的，我们会碰到很，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对不对？海伦凯勒是一个那个，他是不是视障者？对，他是不是他耳朵可不可以听？耳朵可以听吧？他是不能听。那他能不能讲话？他可以讲话。好 ，OK， 我们周遭很多人是有障碍的。那这些障碍者，他们看世界的方法，跟你们都所谓的没有障碍的人看世界的方法，会不会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个很重要啊！就跟说毒品使用者他怎么看世界？他看的世界永远都是迷幻的吗？还有像说同志色情工作者，他生活世界就永远只有色情吗？
好 ，OK， 这是三。第四个，坐过牢的人，坐过牢的人。那坐过牢的人呢？很多情况都会坐牢哈、哦，比如像有人在中国可能因为去反对共产党就被下狱了，在台湾可能要去抗议马英九就被抓去关了。所以有这样坐过牢的人嘛，对不对？不一定是只有坐监犯科的人哦，很多类型，很多类型。好，你像以前台湾有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因为政治理念不一样都被抓进去关的也有。那当然在台湾，你们知道现在监狱里面100个人里面关最多类型还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犯，没有台湾政治犯没那么多啦。哪一种类型的？什么？抢劫、小偷啊，武器、偷窃、毒品啊，讲对了，毒品。40%左右的人是因为毒品入狱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毒品有危害到谁吗？我们说毒品危害社会嘛，对不对？啊，危害社会的谁？毒品使用者，毒品对啊，毒品使用他危害到他自己，他有没有危害到他人？有，怎么危害？抢劫，用毒品一定要抢劫吗？抢钱，我是很有像那个什么李宗瑞，就是李宗瑞，他有没有抢劫？他家有没有钱？他有没有危害别人？他危害了谁？危害了女的。所以你说危害社会是啊，那个女的只要心甘情愿呢？啥？他不能控制他的什么？李宗瑞他很难控制他自己吗？吸毒啊，对，李宗瑞吸毒不是吗？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吗？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那他怎么知道去下药？我想要解放了。在一些场合的时候，好，毒品就是我们在社会学里面讲的没有被害人的犯罪者。为什么叫没有被害人？对，迷幻状态，然后呢？对，他自己啊，可是有没有其他人受害？有没有？大麻是不是毒品？大麻在荷兰是不是毒品？好，那这样子的话，那到底是不是毒品？大麻到底是不是毒品？好 ，OK。这些都是我们社会在讨论的、哦、很多看似那么理所当然的东西，刚才我们讲的社会上是理所当然，认为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问你们说，大麻到底是不是毒品？你们说是，可问说荷兰不是，那到底是不是？你们又答不出来，那到底是不是啊？是，为什么是？这会迷幻状态，那迷幻状态就是毒品吗？那为什么荷兰人不认为呢？所以是不是法律规定跟他本身有没有关系？对啊，对啊，啊这样子，所以跟你他有没有迷幻是没关系的、啊。那为什么某个国家把它设定为毒品，某个国家不是设定为毒品？你有一个叫赫胥黎的文学家，听过没有？写过一本书叫什么书？《美丽新世界》，对不对？里面他是不是说，即使的一片叉叉可以抵上九片？即使一片什么？即使一片苏麻，它里面讲苏麻，对。那一片是什么？那是在1960年代在美国最流行的毒品，也不要说毒品啊，就迷幻药了。那时候都是公开的，而且是，根本没有法律禁止的。然后，他说那个赫胥黎，他说有朋友来的时候，他就端出一盘各式各样的那个摇头丸，然后就请朋友们吃。吃完药他就在那边像当地一样。那危害了谁？危害了谁 ？OK， 我们社会学在讨论的都是这种很大家理所当然第一印象就是那个样子的人，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看法，到底怎么想？好。
所以呢，这几个题目不容易。同学们，你选修的同学们，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得出来哈、哦？好 ，OK， 这个是我们小组作业。那必修的同学就没办法了哈、哦。好，来来来，教材方面我三个教材，一个建筑建筑，第二个基础社会学。那这个今天早上已经领了吧，对不对？已经买了。第二个那个基础社会学，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其他除这两本书以外那个的文章。那琼芬是已经整理好了？对，那个放在那个营点，对。营点大概明天就可以去。所以他是直接同学们去跟他拿，还是说？对。好 ，OK， 同学就比照那个，就照琼芬讲的，直接去跟他拿。这个。哦。好。老师，我可以现在讲一下就是那间营点的名称吗？对，那个不好意思，大家就是从我本来是想说，就是等到小组大家讨论的时候再来说这个话题。但是讲好。对，但是那个大家明天之后就可以去日出小火锅，你知道吧？日出小火锅。知道日出小火锅 right？ 就是那个。出了山洞口之后，一直往前，你就会看到在全家的斜对面有一间日出小火锅，但是不是让你去小火锅吃火锅或去拿文本，是小火锅隔壁有一家营店，然后你就走进去那家营店，你跟他讲说你要拿那个王宏仁老师的社会学的教材，然后他就会印一本给你 ，OK， 好，反正等一下各小组出那个。小组长啊，不是小组长，等一下那个助教们会跟各位再细部的讲一下。对，然后再细部的讲。对。OK， 来接下来，谢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课程要求啊，有许多课程。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团体作业，所以刚才那个四个主题呢是团体作业，是团体作业，所以同学不用担心你自己该去做什么访谈的。这个我们将来会有助教会从头到尾带领你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这样子的团体作业。好，那这个团体作业呢，是未来各位同学大学四年的基础。我们要求你在这个学期要学会这基本的功夫，也就是说，你如何去收集资料，你如何去阅读相关的文献，你如何去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变成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的格式要求大概是什么？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大学四年就是这个要求。你们很多同学四年毕业以后都还不知道怎么写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报告。好，这是我们的要求。小考，每个礼拜小考，每个礼拜小考，我们八点半开始小考，八点半开始小考。所以呢，你没来考就不用补考了，就不用补考了。八点半哈，同学记得八点半在这边考试。好，第三个，那个成绩评定分为四个部分哦，四个部分是这样子。上课出席和小组讨论占了20%，第二个小考占很大比例要40%，接下来期末团体报告一样40%，非常多，有非常多。40%里面呢，那个上台报告那个 PowerPoint 报告15分钟左右，那个占20%，另外那个书面的报告占20%，所以这占40%，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也非常重要。好，那这个40%的报告呢，常常有同去年有些组别就，我就给他打40分，打30分，因为就是跟我的要求落差太大。但是有同学写的非常好的，就是95分，啊，所以这个落差非常大。团体作业报告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透过这个团体报告，奠定各位同学在未来四年的一个基本的写作能力。好，这个是成绩的部分哦。然后成绩的部分就书面的部分，记得，只要网路剪贴任何一句话，书面报告一律0分。网路剪贴知道吗？网路剪贴就是说，你读了很多网路资料，你必须消化过，用自己的话写出来。换言之，就是每一个字都是要自己去写出来、打出来的。那假如你说网路上这样子。Cut and paste， 就把剪贴过来，那个太容易，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程度写不出那个东西来。所以呢，只要你在一剪贴，其实我一看就知道，而且在上下文的语义，
那个整个文章的那个风格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非常坚持，也有这样子同学被死伤过的，就是剪贴。我问他说这个，因为剪贴现在有 谷歌大神要去搜寻，还不简单，把你那句话剪贴下去搜寻一下就出来了。好，所以这个部分记得同学们很重要很重要。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上台报道，每个人都要到台，没有说我今天有事情不能来报道的，没有来报道没关系，您这一组有分数，您就是零分，因为你没有贡献给您这一组的同学。好 ，OK。第四个就是说，无没有任何理由来上课的话，一定要预先跟助教或老师请假，三次不到，看到没有？三次不到，就不用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才18周，扣掉中间放假两次，只剩16周，再扣掉今天一次，剩下15周，然后呢又扣掉期中考一次，14周，再扣掉最后两个礼拜期末报告，12周。三周里面你有三次没来，是四分之一没来的，你就不用来了。好，所以三次，那包含了像说你上课迟到超过15分钟，你英文小考没有考，讨论课我们上三个小时里面，前面两个小时上课，第三个小时讨论课，你假如你超过15分钟没去讨论的话，你也不用来了。好，这一点我的要求非常的，就是这是我非常重要的要求。那我们学习成绩100分里面呢，其实还额外加分题，也就是说，你可能有些人你想要去做，除了读书之外，你想要去听更多不同种类的演讲。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参加我们系上举办的演讲。那他这些演讲的时间、地点、题目都会公告在系的网站。你像昨天下午有那个肖庆文老师来演讲，他就讲说社会创新是什么。好，像这些演讲鼓励你们去听，你们去听完之后呢，拍一下那个你去参加那个会议的场景，抛到你那个小组的社团里面的 FB， 就可以加一分。你不用写心得报告，我去坐着听就可以了。那如果在演讲的时候你还可以提出问题发问更好，那这个时候我会加你听不懂的机，哎，我这边就不见了。OK, 好，额外叫总学习成绩2分，很多，两分很多，小考一次总成绩才3.5分而已，所以等于说是你有一次小考考50分，你去发问一次你就把它变成100分了。好，那你也可以参加社会任何的社会街头运动，你不一定是抗议型的，你可以是和平型的，什么型都可以。你像说你去参加应该10月还11月高雄有办一个同志游行，欢乐的同志游行，好，你去参加 OK 很好，只要是参加我们的社会上的任何街头上的活动，你只要拍一个照片下来，然后证明这个街头照片记得要把自己拍进来，那个演讲比较难自拍，但是这个自拍比较容易一点，上传到 FB 一样，我可以加你总学习成绩1分，这个额外加分题可以加10分，换言之你总分是多少分？110，对，总分110，那总分110分，但是110，但是不再怎么样加到最高分就是不能不会超过100分，好不好 ？OK， 到这里，这是上课的要求哦。上课要求非常多，非常严格。外系的同学，非社会系同学，社会系同学是没办法，他们不得不修哦。外系的同学，你们要考量一下你们的时间。是不是有办法应付我们这么那个 heavy 这么重的要求？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里有问题，有关于上课的要求、分数的计算。好，没有问题的话，那后面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课程介绍这些东西。好，有一个部分就是同学们有一个巷子口社会学。
巷子口社会学，各位上网去打关键字就有了。巷子口社会学，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社会学家写的一些，就是应该说为一般人写的社会学的故事。那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所以我们这个学期有大量运用他们写的一些文章来阅读。那你们也可以去 FB 去脸书上面按赞，成为粉丝。那每个礼拜都会有一篇文章写出来。好，社会学说好 OK。那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有没有同学你们选上 SOC101 的外系的同学，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没选到的？就是你因为额满都没选到的，有一个吗？好，两个。那你没有选到，其实你们可以去修选通识的这个，可不可以？你们可以去修通识这一门课吗？可以吗？因为这一门就右边这个，这个课号还有八个名额，还有八个名额，所以这个部分可以那个去修看看。啊，假如再不行，那再看看好了。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分组了。分组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同一系所的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二个，同一系所的。第二个，同一个性别不得超过三分之二。好，除非你自己宣称说我是同志，我是本来是生理性别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 ，OK， 可以，你自己宣称就可以了。什么叫性别是男或女，自己决定，好不好？这里有外籍同学，来，我问一下，因为我看到有蛮多外籍同学的哈，外籍同学举手一下，我看大概多少人，好不好？我确定一下，这样比较好分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左右，好 ，OK， 谢谢。你们自己同这一组里面同一国籍的同学，不要超过二分之一，好不好？二分之一，你不要超过二分之一。所以平均同学，你们先分组，一个组大概六个人为原则，六个人为原则，好不好？所以你们现在开始自己去找，然后分完组之后，哎，我给各位同学15分钟去分组。15分钟分组好不好？来，开始。以六个为原则，可以最多到7个，好不好？因为我知道超过7个以上的小组运作几乎不可能的。好，同学，你们分组没有？最后没有分到组的没关系，到时候我会再帮各位分组，好不好？所以尽量现在先找自己两三个同学凑在一起。那等一下15分钟以后，我会再帮各位同学重新分组。来，选后来就在哪里抽到的？其他人都选吗？会投，一定会投。没有八个人，我们八个人，所以就是一个组织会有两。所以其实你可以再选，就选到可以再选，凡大飞都可以啊。那你们题目怎么选？就各一啊，就选到自己。